体育世界今日关注：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公示，朱婷、张红入围。今天第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入围名单公示，奥运冠军中国女排队长朱婷和冬奥会速度滑冰冠军张红入围个人名单。2019年，朱婷作为中国女排队长，带领中国女排以11连胜的骄人战绩夺得世界杯冠军，她个人也蝉联最有价值球员和最佳主攻。张红曾夺得2014年索契冬奥会速度滑冰女子1000米冠军，取得中国冬奥会速滑金牌零的突破。目前她是国际奥委会委员、中国奥委会执委委员和2022冬奥组委执委委员。